12月26日，有网友在台湾网络论坛 PTT 上发布了一则帖子，讲述自己在美国的一段经历，并发文感叹台湾好像只是政治上的棋子，其实没有多少美国人知道台湾。据台湾相关媒体12月27日报道，该网友在帖文中表示，最近到了美国西岸的旧金山、洛杉矶、拉斯维加斯去玩，途中大约有10个美国人见到他时好奇地询问他从哪儿来，他回复对方台湾，对方听了都满脸问号，他换个说法称在中国东边，对方听后认定他是中国人。该网友在贴文中感叹，常在新闻版面上看到台湾又跟美国友好怎样怎样，过了什么法案等等，参众议院会很挺台湾之类的，说实在的好像也只是政治上的棋子，美国人是不是普遍对台湾一无所知啊？有网友则表示，没被误以为来自泰国已属万幸，常看 YouTube 留言也是蛮囧的。还有人对此自我安慰称，其实美国没有国际观的人很多，哪里人都一样，只知道周遭事物而已。也有网友直言，所谓的美台友好只是台当局的安慰说辞，利益交换的结果罢了。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则曾明确表示，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民众安危福祉，挟洋自重，甘当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棋子，是错判形势，背离民心，难逃被唾弃的下场。马晓光还表示，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损害两岸同胞的利益，不惜充当美马前卒，向美缴纳高额保护费，最终只能成为弃子，被永远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。